用书架起来看看书架有没有人。吓到你了，而且还让你帮我找这么多资料。不会啦，下次小心点就是了。嗯。咦？怎么了？我脚踏车的钥匙好像不见了，看来只好走回宿舍了。哎，不然我脚踏车先借你骑好了。不好了，这样子太麻烦了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还有摩托车啊。以后要找我，就来图书馆就对了。好帅哦！你以为他真的这样说？不会吗？拜托，你以为这是金庸还是古龙的小说？真的白白浪费一次的深入认识学妹的机会了。你赌100块，再也看不到那个学妹了。我跟你讲，少来了，我现在可在拼研究所。也是啊，你都打算延毕一年了哈。有时候我真羡慕你这些成绩好了，直接当预言生，现在已经在实验室里面努力了。或许吧，不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有点提不起劲。好，不要再讲这些阴暗的事情了。来，干干干干干，干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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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明天在图书馆帮我留个位置。干嘛？你不在等名单了？名单就不能念书吗？推荐图书馆的书来了。为什么他们可以毫无迷惘地走向自己的路呢？我该走的路却不是我想走的路。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身不由己吧。
谁啊？我是你啊。那你为什么戴着面具？戴着面具的人是你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你觉得每个人都该像你一样，不断陷入梦想与现实的迷雾当中吗？不是吗？你总是借那些人的迷惘来安慰自己，不愿意做出选择。那些自制环境许可、梦想和现实又没有冲突的人，当然没有问题啊。但其他人也像我一样嘛，不能怪我，这是环境的错。你错了，你只看见你希望看见的其他人，透过他。我不懂。说说你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念书，考研究所。这个，你明明到底喜欢是什么？戏剧。我想去英国学戏剧。其实一直都知道，就知道才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差太多了，是吧？想知道其他你没看见会怎么办吗？他们不是我，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实现。有人选择突破现实的框框，有人选择待在框框里，有人在框框里建立一个属于梦想的小天地，像花园一样，是吗？那我该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还不知道怎么该在花园呢、啊。你想看这些书？对啊。我也是哎。真的啊，学长，你以后也想念戏剧吗？想啊。真巧哎，我也是。那你有想好要去哪里念吗？我。啊，对不起，好像有点太唐突了。其实我想去英国。啊？好像有点不太可能哦。不过我一来到成大，我就常常去图书馆。找跟戏剧有相关的书来读，感觉就好像到了机场一样。等我准备好的那一天，我就要出发了。啊，好像有点奇怪。不会啊，加油。学长，我已经说完我的了，该你喽。我会去念。嗯？都已经大四了，之前犹豫太久，现在想准备也来不及了。就这样放弃了吗？不完全。什么意思？我会继续考研究所，暂时把戏剧当成一种兴趣。反正在图书馆念累的时候，就去翻翻剧本，烦了就在纸上写写对白。搞不好研究所毕业工作个几年之后，突然辞职不干，跑去开什么剧团，也说不定哦。但我一定会去捧场的。搞不好最后跑去当赛车手。是想让我大吃一惊的意思吗？是啊，未来的事谁知道呢？那学长你加油喽！我往这边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是大四甲班的李晨伟，想请问明天有空可以去你的实验室参观一下吗？